当中获得优异成绩的哈尔滨代表队的隋文景和韩聪。上个赛季呢，他们是刚刚由青少年组转向成年组的比赛，就滑进了大奖赛的总决赛。要知道，只有在世界排到前六的选手才可以进总决赛，他们当时呢是获得了一枚铜牌。这个赛季他们短节目也是延续了上个赛季的曲目，牛仔舞，他们的教练是栾波。代表队的隋文静和韩聪，那么在这个赛季的国际比赛当中呢，像这个大奖赛的分站赛呢，这一队能够完成捻转四周和抛跳四周的选手呢，发挥不是特别稳定，包括这次的双人短节目也是出现过一些这个状况。其实往往年轻的选手，在还没有取得成绩的时候，他是很轻松的。那么一旦取得了一些成绩以后，他自己会在比赛当中会给自己背上一些包袱，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不断的大赛来磨练自己怎么在承受压力的这种状态下把自己的最好的竞技水平发挥出来，这个就需要他们自己去寻找的，去积累的这种经验。是这样的，这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其实从能力来看，他们是隋文静和韩聪的能力是可以在这种比赛当中拿到奖牌的选手。对，他们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今年从整体上，我觉得，从整体的配合包括流畅性，我觉得还是有很大进步的。那么今天这个在单人跳上 ，Toe Loop 三周，那么隋文静是不足周失败，那这样的话可能他们就会给他们降组算两周失败，那这样的话其实他整个的分值啊会丢很多分。
对，因为我们说过呢，户外点滴三周跳的分值呢在4分以上，如果呢被降成2周的话，那分值有1点多，再加上你完成执行分的扣分，所以呢无形当中这个分就要比原计划丢掉近3分左右。对对对。那我觉得其实这两名选手啊也是很不容易。那么这个从这个他们平时训练呢各个方面，其实这两位年轻选手还是非常努力的。好，来看技术分32.52，节目牛分是28.84，跌倒一次只带扣掉1分，排名第三60.36分。那么现在双人短节目的比赛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获得双人